今天是香辣鱿鱼麻辣海鲜串串。香辣鱼蛋赤贝，这是我在我们市场买的，就已经算是最大的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别再说的小了啊，我用力了，尽力了。
撑着龙虾尾爆辣金针菇。生蚝刺身，哎，应该放进去。烧烤店必点。
麻辣生蚝金针菇。酸酸辣辣，扇贝，哇，小碗有点小啊。那边是碗小了还是扇贝太大了？